司机何去说，他是秦司马迁以前大这个水利的农业水利的百科全书或者叫通史性的东西啊。我在分析他的时候，里面的大型农田水利有四个渠，在这四个渠道，它的性质和我们现在的农田水利灌溉，我认为有很大的不同。它就是预灌，所以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你只要把《史记》和《曲书》，包括《汉书》《戊戌志》，你给它汇总起来，重新进行性质的定义，这篇文章就出来了。啊，所以我今天讲的就是这样一个东西。这是《史记·河曲书》的15段原文，第一段“大禹治水”，很简单，是治水害的。第二段“鸿沟水系”，史先生都写过非常好的论文。鸿沟水系干啥的呢？主要是漕运交通。注意这一个，大型的水利，大型的水，我说的是这能够入到正史上的大型的水利，第一个防洪治河，治理水害的；第二个是漕运交通，漕运交通是很正常啊。第三个开始了大型的农田灌溉，一个西门豹置业，第二个郑国渠很有名。接下来第五段是和第六段都是治理黄河和掘湖子、河掘沼、酸沼这些地方。那么第七段又回到了漕运交通，就是我们所说的并未漕取啊，汉漕取。第八段又是农田水利了啊，我叫它河东渠，当然它没有名字，但是我给，因为咱们写文章写文章要仔细定义，叫它河东渠。这是前八段，第九段又是漕运交通，要包写漕运，这个没有成功啊。第十段龙首曲，河运农田水利。第11段、12段都是治河，就是宣防堵口啊。就河掘湖子以后，过了好多年，汉武帝在宣防这个地方堵口，也就是治理黄河。出汗，底下两段是总结，啊，第13段是总结。治世以后，用事者增盐水利，水利虽然是一个不太赚钱的，要投入很多啊，底，但是水利是一个古老的这个行业，啊，底下是总结，啊，最后一段是太史公说。太史公曰：“这就是书14段，它的内容。当然，有的时候也可以分成15段啊。那么，《史记》有《河曲书》，《汉书》有《沟渠志》，它基本上是记载这个汉武帝或者是汉代以前中国水利的基本史料啊。这样，《史记》《河曲书》通过我们上面的分析。这个治理黄河，或者是水灾的，总共有5段啊，第一、五、六和11、12，主要啊，当然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你比如漕取，有余则灌溉，漕取并未漕取，那么它也可以有2种功效，但是我们说它重要的，第二个重要的阶段。是航运交通，啊，它成为中国水利发展第二个阶段的主要特征。第一个要治理水害，解决水多的问题，尤其是黄河。第二个是利用它的交通功效，啊，这个包括鸿沟，包括这个并未漕取，包括包写漕取，3段，接下来，啊。三四八十这
四个大段，分别记述了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叫漳水曲啊、镇国曲、河东曲和龙首曲。我一说这，大家可能都很清楚啊。也就是说，北方大型农田水利建设，说明了战国、秦汉时期是我国大型农田水利的创始阶段，也是第三个。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里面看出来，水利发展的三大阶段：第一，防洪治水，治理水害；第二，漕运交通；第三，才是大型的农田水利工程。啊。而且就这四个，注意，如果这就是总结，从《史记·河渠书》和《汉书·戊戌志》，《汉书·戊戌志》基本上是《史记·河渠书》的内容有点改变，就是漳水曲啊，其他的全部是抄啊。中国水利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防洪治河为主体。第二个阶段以航运交通为主，到了战国秦汉时期，大型农田水利建设在北方兴起，构成了中国农田水利发中，构成了中国水利发展第三阶段的主体。啊，那么我的第二个就是说第二节，在这个第二节提出了这篇文章的最重要的观点，也就是题目，玉冠是中国农田水利发展的第一个重要阶段。为什么呢？原来啊，《史记》中记载的这四个大型农田水利都是玉冠工程，漳水曲、镇国曲、河东曲，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引水灌溉工程啊，它是具有玉冠压点性质的啊。这个实际的原文就有，大家刚才看到了没有？啊，漳水曲还有一些啊，钟鼓齿鲁西，声道梁，这个大家可能也知道，西门豹治邺在实际里面，那是后来补的。这个邺城这个地方不是解决，不是旱的问题，是水多的问题。镇国曲也是。啊，镇国曲也是引注浑玉之水，盖贼鲁之地，贼鲁之地四万余顷，根本不是实际耕作面积。啊，河东曲也是啊，还有一个龙首曲，大家可以看一下。西门豹治邺，刚才我们说过了，啊，是千古齿鲁西，声子稻粱。那么镇国渠呢？取城了以后，用注田玉之水，盖贼鲁之地四万余顷，收解亩一钟，一钟之地田，这也是玉冠的，比如丰收的一个高产的代表啊。还有，我们看一看。河东曲，河东曲五千顷浸河汝暖去气地，农民一般的民众脚木其中也，不是农田，说得很清楚，啊，是原来的荒地，原来的河滩地，啊，基本上还成功了一部分吧，并没有太大的成功。那第三个也是，第四个更是。大家看一看这个，修建龙首曲是干什么呢？川洛一带种田一冬万余顷，故鲁地，故鲁地，盐碱，而且因为盐碱太重了，它又向东更低，所以它都没有成功，犹未得其长，没成功，所以我的观点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观点，也就是说，《史记·河渠书》第一个大前提，《史记·河渠书》它的中国农田水利的大型农田水利就这四个，
这四个呢都是放于性质的，所以我的结论就推出来了。啊，鱼贯是战国秦汉时期中国大型灌田工程的主体，构成了中国传统农田水利的第一个重要发展阶段。那么，再回到我刚才第一句提出的，啊，为什么原来我要加一个北方呢？咱们听了老师或者同学就会提啊，都江堰是最早的啊，李冰啊，战国时期啊，比秦始皇、比秦的郑国渠还要早，都是战国时期，但他还要早，啊，这是我。原来写论文，鱼贯是中国北方农田水利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这个北方，我总是要想要让它去掉它。如果去掉它，它就是代表全国性。后来我研究了以后，我觉得可以去掉。为什么呢？人在《史记·何其》说的原文里，我觉得李冰他濯漓淖披两江之海，披两江之海。我觉得他刚开始是交通和除害的，什么时候都江堰才大规模的扩大了呢？可能是在汉武帝以后，或者是东汉时期，这个我没有研究。但是经过这样的判断，我阅读了好多材料，把我的观点还很好多的交流，中外学者进行了交流，基本上交流的。人还是赞同我的说法，当然，这也是一个问题。我写出来，我说出来，其实你看论文看不出来的。如果仔细可以，你仔细，都江堰呀，不是比这四个早吗？都江堰不是比这四个早吗？大家想一想，这个早的话，就不是中国啊。中国农田水利，如果是都江堰，它是在鸿沟，虽然可以说。在鸿沟那一段儿，啊，虽然可以不修改，我的大前提就是中国水利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除害治河、防洪治河，第二个阶段漕运交通，第三个阶段农田水利。但是它对我的观点是一个极大的冲击。但是我现在。我的论文发表的时候，我已经心安理得的说，鱼贯是中国农田水利发展的第一个重要阶段啊！这是大家可能看论文，如果你仔细的话看出来，这不仔细看不出来的，我们背后的研究啊。底下讲一下我的一个简单的思考啊，我说中国农田水利。中国水利的发展是那五个阶段，世界水利发展的阶段呢？我给它总结，当然也有问题啊。把交通去掉以后，我认为啊，中国水利的世界水利发展经过五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是防洪建设为主，主要是防止水害，解决水多的问题，简称防洪水利，大禹治水呀，大家都知道这样。第二个阶段才是解决水少的问题，是满足这个三生用水，生产、生活、生产，最重要的还是生产和生活啊，生态用水那就很厉害了啊，有一点它是附带的，当时不是有意的啊，供水解决水少的问题，我叫它资源水利啊，有好多。第三个阶段是水资源保护为主。解决水脏的问题，我叫它环境水利啊，这个大家也一定明白啊。第四个阶段，当然这个四个阶段，这个阶段有点问题啊，我只是没有发表文章，我只是这样想。它最初也有景观的问题啊。第四个阶段和第前面都有交叉啊，以景观建设为主，达到水美的自然生，人工自然态，我叫它景观水利。啊，在西安非常有名的叫曲江这个地方啊，它就是一个
景观水利的典型啊。这是给我复原的曲江的地图啊，这是皇家园林芙蓉苑，这是公共园林曲江，现在正好翻过了。现在这个是大唐芙蓉园，这个是曲江池遗址公园啊。这是中国，我觉得最早具有公园性质的一个曲江啊。这是曲水流觞，它除了这个景观以外，最重要的是有文化在里面，就是把南方东晋南朝时期的兰亭的曲水流觞引到了北方的这个长安啊。这是隋文帝，隋炀帝时候就引进来啊，曲江的，除了园林文化、自然景观以外，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特征，曲水流觞，啊，全长安人都在这里这个狂欢啊。这是现在的大唐芙蓉园，很有名嘛，网红。这是现在的曲江池遗址公园，在这两个的这个西边有一个。现在的网红打卡点叫大唐不夜城，以大雁塔为北部的节点，南部到唐城墙，长安城的城墙，南城墙，这是现在，这是张大师建的曲江池遗址公园的效果图啊，实际上没有这么好看啊。那么第五个阶段就是我们现在要追求的，就是以生态恢复为主，简称生态水利啊，它解决的不是人类自身的需求问题，而是解决人和自然的这种不能矛盾。这个是我觉得，就是人说的让泥鱼和泥鳅，它也有它的生活的空间啊，让我们的后代子孙知道河流不是那个水泥地，而是水草。而是你这样的一个东西是比较难一点啊。我们现在基本上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在我们讲课的时候，那基本上没有这样的认识。虽然有人啊，西安里面的曲江叫曲江浐灞生态园林区，搞这个生态园林园艺会的时候，他说他有生态水利，这是一种提法啊。真的建设可能。到现在有这种意识，啊，有的官员可能还没有达到这种意识，他不是学者，啊，那么很多很多的例子，大家再想一想，这才是真正的生态水利的技术啊。这个早几年去日本的时候，看到他们的，像刚才这个是东京的，啊，这是京都的。啊，这是他有名的金阁寺啊，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日本那个韩国的首尔，大家去首尔都去韩国，就是去旁边有一个这个非常有名的市场，市场旁边有一个河流叫清溪川啊，在首尔大发展的时候，这个地方全部覆盖起来，覆盖起来，到了一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又把它恢复起来，不是生态，不是生态修复，它兼有景观和生态修复的这样的特点啊。这个中国水利发展的阶段，大家可以对一下，我觉得中国水利发展的这个阶段。第一个工作，第一个阶段的工作做了，但是没有做好，啊，大家都知道防洪做好了没有呀？啊，经常有到哪里哪里去看海的，啊，前年嘛，郑州大洪水，哎，啥概念呀？啊，我们的城市第一阶段都没有做好，啊，我们用了啊100年一遇的标准，200年一遇的标准，但是还是没做好啊。第二个阶段，引水，到处是缺水。我们说北京，大家都说北京不适合建都，民科的这种观点啊。其中有一个就是缺水，是吧？
那么第三阶段的解决水脏的问题呢？如果解决水脏都解决不了，第三阶段解决不了，你水景观、水生态根本谈不了。我记得史先生让我接待一个西方人来研究中国的经济，他不是用中国的 GDP 统计，他是让我带着他考察西安的各个河流的水，他来利用河流的污染程度来推算中国这个流域的 GDP。在当时，没有这个环保的情况下，它可能有一定的比正相关的啊，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还是属于一个，咱自己说也是个发展中国家啊，解决了温饱第一阶段，但是在向发达国家迈进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阶段。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就是我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部分的内容啊。这个如果大家看我关于水利的书，就是《关中水利开发与环境》啊，后来又写了一本《关中水利科技史》的东西啊。那么第一部分还有，只要是用现代科技就可以。解读原文，你一定要解读原文，就可以得出一些新的东西。比如潮曲《水经注》里面这一段，我就可以给它画出来一个引坝济潮曲线。这是潮曲，这是坝河西部的潮曲，考古人员搞出来的。这是现在遗留的啊，其中还有一段，我觉得这个文献上记载。记得很清楚，你就是把原文弄下来，你再去找去，有没有呢？我觉得古人不可能特意编造一个这样的一个曲线，水经注啊，所以这当然是这是断断续续的，是文献记载的。如果要有实实在在，你就去当地把它考出来。只有并未潮曲，只有这一段了啊，当然就是一种方法啊，还有。对文献的解读这一段，大家也可以去看看《管子·杜地篇》啊，这个解读起来很有意思。有人认为这是农学家认为这是一个大坝蓄水的，说是一个引水坝的一个概念，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个笔降的问题啊，笔降的问题。就是修渠道，它有一个基本的笔架，太高了，太大了，流水太急，太缓了，流不下来的水啊。还有一个，我给大家举的例子就是爱三渠，爱三渠的名字也是我起的，就是银川平原啊，银川平原，塞上江南，塞上江南为什么能成塞上江南？因为屯田，汉人在那里，汉族农耕民族在那里修了屯田，修了水利以后，再也不要回来。不像汉朝时候，仅仅是屯田，如果一有改变就回来，他就不能是塞上啊。当然，这天这我的思想还没有写出来。其中《魏书·刁雍传》里面有这个刁雍在。宁夏平原修建这个爱三曲的一个规划书啊，非常不容易。几百个字，坝有一非常详细的修选坝址、选坝的这个地方啊，有修这个坝的，有修曲的啊，前人。那没有好好的利用这个，我在一篇文章里面，就这个文章里面，论爱三曲的引水技术和经济效益，利用
数学原理，利用科技原理，我把它基本上它的曲系是个什么样子，能够引灌多少水啊？它的引水坝选址在哪个地方？这样给它搞出来了。我觉得这就是基本上就是可以搞出来。当然这个图上写会错了，它这个坝的斜度可以搞出来，用我们的直角三角形的 sin cos 来进行研究，在这些里面能找出了好多的数理东西啊，这就是我第一部分啊，还有一个就是唐代开元水部诗里面有一个歌祝斗门宴，斗门宴，当然我现在想象的斗门宴就是这样的，斗门和宴。把它用，就这两个，就这三个字，斗门宴四个宴，但是上面有斗门，我觉得这样可以调节它的水啊，它就可以调节一池一上，二池一下入什么什么，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除了文献考证子宫以外，传统的考据学以外，可以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试读古代的文献，所以我的第一部分就叫历史典籍，它可以说话，你只要利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去给它一个解读，一定要是现代的科学技术，有一个新的解读啊，这是第一部分分享的内容啊。那么第二部分，我给大家讲一讲，也是一个，如果我不讲，大家基本上看不出来，但是给我的印象也很深。从方法论上给我的印象很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一代觉得还是利用了很多的笨办法啊，大家笨办法呢和现在的新办法，我觉得是一种相容的关系，不是完全替代的关系啊，就像我们的986不能把全部的886全部否定了，而是相容的关系，兼容了它啊。今天讲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找寻文献未恰处，你发现问题，那怎么解决了呢？我觉得时间和空间的融通非常关键啊。今天就是讲了一个，这是我的这个文章，大家可以看看啊。我现在今年的暑假，今年的寒假，我又重新写了一篇，还没写完呢。我写了一个唐代，不是唐代，论引进灌取三线闸的建设时间及其效益。当然和这篇文章不一样，这是取唐代大的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三线闸的问题，我大家可以看看一下我的这种观点。当然，这种观点推论性太强，推论性太强，能不能成立？可以，也要接受检验。现在很多的人的绘图，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我看绘的图，还是接受了我的这种方法。虽然他们没有明确说"哦，这是引自杀"，但是我能知道啊，因为看他前面写的文章和后面写的文章完全变了。为什么变了？我的论文出来，我的书出来了啊，这个是怎样发现问题的呢？问题大家都知道，元代李浩文为《长安字》绘图，当然有他自己的很多东西不仅是为长安词汇图啊，其中这个他上中下三卷，特别第三卷的啊进取图说，哎呀，写得太好了，是历代引进取的一个专字一样的东西。其中就绘了一个进取图，进取图里面非常清楚的表明，非常清楚的，哎，这个怎么？大家看一下这里，这里边有一个叫
三线考，这是北线，这是南线，这是中线，或者是叫三线口啊。当然，这个线不是那个四线啊，政府的那个线啊。我第一次听说，我带着去考察的时候，到汉第一栋这里考察啊，说三线口就在这里的时候，哎，我说这是北边。三原线，西东边泾阳线，泾阳线，南边泾阳线，这边是高陵线，难道是这三个线吗？原来不是，是县治的县，节水口，节水口。那么元代有，而且元代李浩文的《长安制图》里面说了三线闸的作用，非常清楚，那么这就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三线闸建于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建的？大家看一看，非常重要的一个。引水中，这是干渠，到这里三大支渠可以这样说啊。那么它是什么时候建的呢？我们就要追问一个问题。发现呀，宋就是历史文献上没有一个明确的说这个三线闸建于什么时候。李浩文也没说，宋代有了三线口、三线闸这样的一个文献，也有它的机制，但是没有谁建设的，什么时候建设的？唐代呢？有三百渠，但是没有三线口或者三线闸啊。注意这一点大家看一看，这是我修复的水部市三线，它没有一个把三百渠有三百渠，没有在一个地方进行分水那么。还有，确切年代的元和郡县图志，它的记载，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的是太白渠，在泾阳县的东北十里，宗白渠首授太白渠，也就是说，太白渠是宗白渠的干渠，干支的分号然后南白渠又首授宗白渠。他们没有一个固定的三线闸，三个大的干分支渠吧，其实在大的方面也可以说是三大分干渠基本上这就是元和郡县志里面的，这个是有确切年代的，就是813年，813年。这是元和郡县图志的观点啊。今年暑寒假我在收集资料的时候，当时写这本书和这个论文的时候，还没有仔细看还没书出来，就是蒋超先生写的讲《郑国渠》这本书，他认为这个三线闸建于这个。哪一年呢？大历年间，大历十二年，大历十二年。当然，他没有论述。后来我再追，原来他可能受另一篇论文的影响，另一篇论文把史料搞错了，把《长安志》和原始资料这个混淆了。他是蒋超老师，他是研究这个历代引进取的大家也翻译了，建晋惠渠的那个外国人写的这个回忆文章像小说一样，但是很有意思的，但现在还没有
好像没有正过出版，有内部版吧。但是他的这本书里面，如果你有的话，你可以看，他说明确说，在大历十二年，大历十二年确实有修建引进灌曲的记载，但是没有和这个曲系可能没有关系啊。那么我们就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就是宋代我觉得可能有了啊，但是在813年的元和时期，一定是基本上是没有的。那么形成于什么时候呢？啊，文献没有记载。那么我在研究唐代关中引进灌曲的时候，在日本的学者麦伟老师的基础上，我编了一个表，这个表我不全啊，在这个里面不全，但是文章里全啊，也就是于利用笨办法，把所有的材料收集起来，收集起来就像司马光一样做资料长编，而我们做完资料长编以后，按时间再给它列成表啊。当然，这是如果能弄出图来，图示更好。这是笨办法啊！而且现在电脑，你们年轻人当然更快啊，收集资料快，列表也快。我们那时候就是手绘，在这列这个表的时候，我忽然有了一点想法。这种想法是什么呢？现在想想，我们这一代历史文献功底太差啊，可能现在用电脑检索的人比我们还要差，因为他也不太愿意读古籍，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读。表现在差在哪里呢？我们跟老一辈、跟史先生他那一辈能比吗？不说他们要在宿舍里一起背《红楼梦》，那是不可能，咱们没有，但是我在这个列这个表的时候，忽然想到了一个东西，什么意思呢？发现了这些材料我都有，就是宝历元年，刘仁师兴修高陵水利。刘仁师兴修高陵水利，啊，我写过一个详细的论文，有一个人用一个碑刻，这个记载了刘仁师兴修高陵水利，啊，如果大家看一下高陵在这里，它和泾阳有水利纠纷，上下游的问题，兴修高陵水利，啊，所以因为刘仁师是彭城人，所以修的堰叫彭城堰，啊，修的曲叫刘公曲，啊，好，因为在列这个表的某一天，我忽然看到了，当然这些材料都有。到了太和二年，昭应县令刘仁师充修曲堰副使。这两条材料，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没有把它发生联系。我在编表的时候，利用笨办法把宝历元年和太和三年二年，如果我们仅仅光看到这个宝历元年、太和二年的时候，也会有一种误解，这两个年号相差好长时间。当然，记忆力好的或者是聪明人，马上就想到了刘仁师，刘仁师，这个是高陵令，这个是临潼县令，叫临潼当时叫昭应县令县。忽然有一天，我看到这个表，原来它只差了多少年？两年，中间是两年的事。而且刘仁师兴修高陵水利还是非常艰难的。他修的时候，泾阳县的人在做高官，说刘仁师修的这个地方是我们唐代
王朝的发祥地，不应该动土。所以刘仁思跑到宫里，跑到这个长安城里，对宰相说：“你经常教育我们要为民造福，现在你要跟我说这话。如果你不跟我说，我今天就不，我一直就不回去了。后来宰相把刘仁思兴修高陵水利的意义和信心和技术传达了这个项目，这个惊动了皇帝。皇帝才下令让他们把渠修好，修好非常，所以也是一个过程。兴修高陵水利啊，修了彭城堰，把很多的县，泾阳县以下的这种分支集合起来，啊，新修的很好。那么到了2年以后，刘仁思虽然调到临潼当县令了，但是还要把他拉过来充修渠堰副使，而且这个渠堰就是进去的啊。一般的正使可能是皇帝派的亲王，那个渠堰副使是干啥的呢？是主持。所以我在看到这两点的时候，用了个笨办法，才能够让我把时间连通起来。宝历元年和太和二年，原来中间是隔了2年。刘仁思修这个高陵水利，是下游一个局部的典型，做得很好，做得很好。为什么好呢？原来他把彭城堰，把很多的渠道给他集中在彭城堰进行分水，原来分开的，所以效益很好，而且这个宣扬的比较好。用我们现在的话，要爆网红，红了一会，最后传到朝野皆知，然后把这个局部修建彭城堰的这种经验、这种技术放到了整个的渠系上修建了，就让他把局部取得的一个经验放到了全渠上，让他修渠堰副使，充渠堰副使推广。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像彭城堰一样，把多股分支渠集中起来供水，修建了三县达。这是我的推测。为什么呢？也就是说，刘仁思时代，包括水部事、开元水部事很早了，他都有了一些原则啊，供水的原则，大家都知道啊，先到后脉、后路啊，后路用水自下水，先下后上啊。刘仁思他兴修高陵水利，也是利用了这样的水部事的这样的原则。但是我觉得从这里面，我们一个是可以看到我认为刘仁思修的一个典型的局部的典型的经验推广到全局。第二个，我觉得可以看到很多的原则需要很简单的技术来保证，虽然很简单，我们现在看了集中供水可以调节矛盾，啊，就是三线闸到后来修好了以后，这个各个开闸的时候，各个县令都到现场，到了现场以后把闸开好了，这个多少丈之内不许进人了，就像我们现在的供水的水库，你要到那去不可能进行参观烧烤，啊，不能当景观，因为它要环保。在这个地方，三线闸这个地方集中供水，把闸提好了以后，啊，就是100丈之内不许戒严了，不许再不许，这样解决了三线的问题。啊，三个分水口，它和北方的四六分水两个分水口，
我觉得这种技术是基本上的分水的原则要和技术相结合，啊，有的时候原则好定，但是它没有保证。有人是心就高人水滴的原因就是没有保证，啊，这是总结一下我讲的，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资料长篇。这种笨的办法，其实它是传统方法，可以汇集资料。现在我们虽然可以用电脑检索，长编编起来更容易了，在编的时候，列表的时候，那个历史实时之间的缺环马上就可以看到，看到了怎么办？你就去解决它，我的基本上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说了这一圈子就是这样的啊，再总结一下啊，我们把它并在一起的文献记载对比可以看出问题。元代之前何时完成的三贤杂这么重大的意义？但是文献没有记载啊。三贤杂的杂主要用于南北中三大干曲的分水，当然干曲是总干曲，如果要这叫。如果上面的叫干曲的话，底下叫分曲也可以，支曲也可以。彭城砚主要用于流工四曲的分水，所以我认为刘仁师新修高岭水利很艰难，彭城砚在分水上有技术创新。在我搜集资料完成长编列表以后，发现宝历元年与太和二年只差了2年，这才把时间连通了起来。我认为把高岭县的局部实验，因为成功，所以推广到全系的系统上来。我的观点说，刘仁师时期新修的彭城砚三贤杂，我觉得我的这个观点当然是推测的，到现在我也说是推测的，历史文献没记载。如果历史书上有人记载怎么发现材料了，那么如果不是这个，我可以修正我的观点。当然，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利用了我的这个观点。这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就是我们非常喜欢的历史地理学可以走出书斋的，我最喜欢去考察的。大家首先让我们要出去，就要看。第一个，出去旅游，出去人家各有文策，文学叫馆，文学叫采风，这个社会学叫调研，或者是各有名词，咱历史地理学叫考察啊。那么，在史先生的一个要求下。当然，因为我也是喜欢嘛，骑着自行车，东边跑到鸿门宴。我们找鸿门宴的时候，现在你到那去就可以看到了。当然会得花30块钱的门票。我们那去的时候找不到，找了几次才确认那个地方。向东吧，向西可以，过了渭河。过了汾河，看这个，王这个封京的遗址还有秦镇，还有灵台之类的那也是到那就一个石碑向北可以到渭河的边上那日本的朋友在做这个。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研究的时候，他们每年暑假、寒假来西安考察，他们骑着自行车竟然过了，到考察清咸阳城。那咋过去的？坐船，把自行车放到船上，他们每一个买了一个自行车，放在这里，来了这里再用。那么，考察是很有意思的。当然，老师
同那个来的新研究生的老师问，我跟着你考察了呀，有什么作用啊？其实你说它有用，是要看到很多的东西才行。我记得这个李建超老师，他曾经说过吧，不是专门给我说，但是是在公共场合说。那史先生在72年以后的黄土高原的军事地理的考察，李建超老师既打前站，又同时随着史先生去考察，回来如果有问题，还要让李老师再看一遍，他要去看的多，但史先生，他说史先生去的时候还在路上闭着眼睛打盹，闭目养神，到那里当然很精神，回来以后写出这么好的、这么精彩的论文，使他的学术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升。为什么呢？其实这也是一个问题，一定要有，不是问题，有问题。文献其实，文献考证与实地考察相结合，有文献在脑子里有带着问题去，当然可以，当然能解决很多。下面我就讲第三个问题，我觉得田野考察还是有很大的功能的，它可以提出问题，可以给我们很多的证据。除了用我的这个实力以外，当然我讲一讲前辈的这是我在考察河流低地的时候看到的。大家看一看这个土和这个土质地不一样，研究很难。这是与共学会，大家都知道这个我的师爷顾颉刚先生。带着北平的很多的学者到绥远傅作义的地方，这个考察，他回来写了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王通春开发河道记》他写的文笔好得很不仅写论文好，写一个人也写得好，大家可以读一下。这是1934年顾颉刚先生他到绥远考察的，这是。傅作义，这是顾先生啊，这是雷洁群，这是郑振铎，这是陈其田、吴文藻、文国乃、谢冰心，大家看看，每一个人都很鼎鼎大名，开宗明派的，这都开宗明派的希望咱们云南大学的这个研究生们。跟着程老师，跟着潘老师做一番事业。现在这个留下来的这个留影合影，再过几十年，你供大家来研究。这是侯仁志先生，侯仁志地理出身。那顾颉刚先生给学生讲北京历史地理的时候，顾先生就是他的助手啊。他是历史地理学理论和实地考察方法的开创者大家都知道他去铜安城、河东沙漠的研究都是实地考察的这张图片是84年侯仁志先生带领大家考察这个北京的编写《北京历史地图集》，这个是银金科老师。这两个我不认识，尹老师是人品和学问我都敬仰的学者，这不说了，大家可能都读到侯仁志先生开创了历史地理学的一种文献考证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法那么史先生是一大实践，那么史先生是学历史学出身的。他能够走出书斋，走向田野，我觉得是特别不容易的，当然也是机会。1972年，提定军将军要搞西北军事地理，
西北地区历史上有哪些战争？谁打赢了？谁打输了？怎么打的？他为什么赢？他为啥输？习近平将军要研究这个，交给西北大学的李自清老师来研究。李自清老师说：“哎呀，这个问题重大，我自己拿不下来，必须请我的老师史念海先生出山。”所以，在1972年，史先生才从灞桥农场那个地方回来，在陕西师大图书馆里拉了几大车书到陕西省军区，专门给他搞了一个研究室。史先生每天早上骑着自行车去，然后晚上才回来，然后要出去考察，有钱，有吉普车，有营长级的给他去联系。这才走出了书斋，使史先生的学问又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啊！这些大家都可以看一下啊，史先生自己的回忆。这就是军事历史，西北军事历史地理。看看时间，哦，1个小时。时间还很充裕，李老师。哦，没关系，这就是这个西北地区军事地理编写组的成员，大家看一看，我刚才这是我们德高望重的史先生，啊，这是刚才我说到的，先人品和学问俱佳，活到97、8的李自清教授，山东菏泽人，随抗日的西迁到西北联合大学。在陈固，后来读了高中，后来读了大学，留到了西北大学，啊、哦，西北史研究，他的学问好啊，啊，这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李建超老师，啊，李建超老师是研究西安非常有名的人，他是西大的地理系出身，啊，这是李自清老师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出身，这时候有绘图员和军代表，这是他们的合影啊。这是吉普车带着他们去考察，这是史先生啊，啊，这一看就是在野地啊。这是史先生访问农家，这是在沟壑的田野上啊访问和休息。这个史先生那时候已经年过花甲了，60岁以上了啊，还能够走出书斋，这个我觉得他的精神特别值得我们弘扬啊。这是到献地看地图啊，此前就是非常在网上陈乔一先生说的，此前拿着水晶柱到壶口去考察的时候，在现场解读水晶柱。研究壶口溯源青史的问题，啊，拿着地图，那史前很多很多都是地图。现在我们用了新的方法来研究黄土高原的青史，但史前的方法，我一过一会儿还可以讲一个，用地图、古代遗址和地图相结合，实地考察相结合，啊，也是一个定量由黄土高原的青史研究走向定量的一个标志啊，我觉得应该肯定啊，不能因为我们现在有新的方法了，对前人的方法就替代，不是替代，是一种包容。这是我刚才说的，但是这个不是户口，这个图是那个啊，大家知道这个是谁吗？这是史先生的一个第一代的弟子之一啊，硕士时候第一代啊，是郭盛波先生啊。史先生修硕士的时候是郭盛波、辛德勇、费翔，后来郭老师回四川工作了1年吧，2年，又回来读的博士，所以陕西师范大学啊最早毕业的博士是辛德勇老师
和费森老师。第二届郭振波老师，这个也非常有名。啊，史先生的学生里面，啊，很有名的曹尔勤老师，教我历史、政治、地理学，啊，这是另一个照片，在这个照片里，我们可以看到吴洪七教授，啊，这个是吴洪七教授跟着史先生去考察，这是在黄河大铁桥这里吧，啊，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河山之间，这是李自清老师啊，这是史先生在考察时候休息的照片啊，考察的成绩很多啊，大家可以看啊，很有名的，就是河山级二级、河山级四级，大家可以看啊。那么后来还有很多啊，大陆泽的考察、大劈山的考察，还有游城南记。他的六次考察，啊，还有我们史先生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带领我们，集中，辛德勇、费岑和郭胜波老师，他们很有幸跟着史先生出去考察，我们呢，大规模的考察没有，只有在很短的地方跟着史先生考察过《西安历史地图集》的一些考察。还有开会的时候，跟他一起进行，比如泰山啊，比如其他的地方的一些考察啊。1997年，史念海先生还登上了泰山啊。这个我和他一起去曲阜开会的时候，中日合作项目。那史先生到了1998年到99年的时候，史先生年龄特别大啊。那基本上都是我带人，每年在西安周围的考察是自行车，他们早出晚归，大规模的关中平原，包括保天水、澧县这些考察，都是我带着的啊。这个，回来要开会，学者会，在开会之前，他们都有一个小的请史先生进行。指导的过程，我也有幸旁听。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包括我所问的问题，所看到的东西，只要你一说，在史先生的脑子里都有解决了很具体的问题，史先生都可以给你描述过来。也就是在他好像他都走过一样。给我印象特别深，每一次都问很多很多的问题。日本学者不是说钻牛角尖，很注重细节，注重考察的。他们的考察，所有的每天都有一个人来记录行程，谁安排啥，有一定的计划，计划做得好，时间好，总结也好。如果真的把以后把那他们的这个考察记都出来，当然我也写成日记，但是不详细。我到哪里还要研究，到哪里谁接待，到哪里怎么考察，今天能不能看到真东西，难呢。所以那时候，锻炼了一些，其中有一句话，我就是那时候说的，当然这是一个有一点段子性质，贺建老师是孟伟老师，他俩主持的课题。贺建老师，东京学派的代表人之一吧，他的导师叫西岛定增，东京学派的代表。他就给我们说，西岛先生曾经说过“酒量大，学问大”，到哪个地方都给我们说是，到哪里就要喝酒，请当地的考古学者喝酒，你不喝酒。你咋进去？人家考古工地，你怎么样呢？当然得认识。一喝完酒，啥都能看了。当然，这个好不好？我觉得中国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孟伟老师严谨，每天的时间定得很清楚。一喝酒就很生气，
这不耽误时间了吗？这不怎么，反正很难的。两个学者都有成绩，学如其人。你要看了，跟着他们几个人干了以后，你才知道。那位老师学问很大，大家都说他国外研究长安第一人啊。他的细节，当然他很宏大的啊，对长安城的国际视野很宏大，但是他注重细节。你看看贺建老师的理论，秦汉时的理论非常好啊，各有特色，学如其人，有的时候还是有道理的。那么我到了日本几次，我就问贺建老师的好多弟子，我不是弟子，好多师门同门我都见了。我说西岛先生说过这句话没有？但是他们说嘛，大概是说过吧。后来我分析，可能是日本人研究中国的学者学问啊，到哪个地方喝喝酒，可能就能够融洽，想看到什么，想去实地，可能如果不喝酒，可能不行。我们的共识是这样的啊。当然这是题外话啊，大家为了争取那个点时间吧。说了几句，这是1987年，这里面的人我都认识，啊，是1987年，西安召开历史地理会的时候，啊，谭其骧先生，就是历史地理三大家都来了吧，有一张照片，就是三大家和日本的河野通波在一起的照片，大家可能都看过，啊，这是史先生带着谭先生他们去。楼观台可能啊，考察的时候啊，从这边说，这是陈新海，比我高一级的硕士，这是韩姐，北京大学教授韩茂利啊，这是谭先生，大家都知道，这是史先生，这是郭胜波，这是仙智捷，史先生的女公子，这是我们大师兄金德勇啊。而且他俩知道是历史学界的啊一对夫妻啊，也是同出一门关于历史地区地理学野外考察的作用，这是史先生说的啊。在1983年的时候，北守一先生让他的学生去访谈史先生，在北京，在政协会吧啊，史先生给他说的第一。通过实地考察，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复原当时的面貌。啊，这个应该是我们跑过去以后，可能是和纸上得来的和实地考察的还是不一样。第二个，实地考察对订正和补充文献的作用巨大，《河山集》二级自序里面说了好多。几十个吧，还有这个很简单，我们学历史的通过考察还可以了解一个地区的风土民情，这很简单呀。你到哪里，你连熟悉都不熟悉啊。其实我觉得，除了考察以外，还可以调查访问，那就更大的收获。访问当地的学者、民间研究者，收集文献、民歌。碑刻、族谱、契约、水册，这一说就是社会学的东西了。社会学、人类学，人家人类学要在一个地方住6个月，会当地的语言，同吃同住才算调研。咱这只是到那看看、走马观花去，带着问题去的。还有可以调查民俗风情、生产生活方面的，还可以测量。现在技术发达了，我们都可以自己带很多工具去啊。那么今天啊，这是史先生考察黄土高原的收获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我的例子。我也是爱考察，刚开始就像旅游一样啊，也会存在着这个考察有什么收获呢？有一次，有一个我给大家讲讲这个收获，就是什么呢？
在研究隋唐长安城六爻地形的时候，他就是考察我走出考察找出来的问题。啊，大家看一下我讲这个例子，这篇文章，四大学报上也有，这是发表在中国文化台湾的中国文化大学的一个北沙历史地理学报上。啊，大家看这一个，这是元和郡县志里面说的话啊，然后郡县志中国最早的现存最早的一个全国通志。开说的时候，隋文帝让宇文恺修建大兴城，宇文恺以朱雀街南北有六条高坡为乾卦之象，故以九二之宫殿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北司以应帝君子之朔。九五，贵位不与常人居之，故知玄都观以兴以及兴善寺以镇之。这句话这一段，宇文恺把《周易》的乾卦卦象及理论，请注意他的理论，运用到都城的设计之中，从容守原北部两洼相近的天然地形中找出了六条东西向的高坡，它象征着乾卦中的六爻，乾卦之象，来按照卜辞的含义来规划城市。好，我们读这个，现在我们用现代科学武装起来的，来读我们传统的这种古典文字，有很多隔膜，很多隔膜。比如乾卦之象，当然这个可能大家都乾卦可能都对。那么九二呢？九三呢？什么意思啊？九五呢？啊，兴善寺现在还西安还在玄都观，大家要读书多，唐代书多的话，诗多的话也都有故事啊。刘禹锡的玄都观啊，前度刘郎今又回的之类的啊。政治御史，这是元和郡县图志。那么我们首先看一看，要是我首先是研究它。刚才是元和郡县图志，离隋代建大兴城有100多年了，是不是真的呢？那么我们慢慢朝前推，其实唐代的民间和学术界真的有这种认识。刚才那学术界只那一种，其实我们可以看《唐会要》。还有例子，裴度，大家都知道裴度学业西擒拿五原记，他在唐代中兴的很有贡献的，这里就说他的故事的啊，我们就是利用这个六九五高地是一个风水宝地，一般人不能居之，裴度在唐朝这个时期，他在广元吧做节度使。有一天，他偷偷的跑到长安城来，这是不允许的。同时，他买的房子在哪个地方呢？在陕西省图书馆的旁边。陕西省图书馆现在就是体育场，那个地方叫草场坡，那就是九五高地的地方啊。他就在平洛里这个地方，大家想一想，但是在朝政有希望让裴度做宰相的时候，他的政敌攻击他说：“裴度，这个裴度还有这样的一个谣传，这个谣传就是肥衣小儿袒其肤。”田上有口必驱逐，这就是裴度的功劳。裴度派他的大将李绩雪夜袭蔡州，擒拿五原记，就是他的平藩镇的一种，有这样的一种口号啊。他名应图谶，然后地居高岗，处在那个高地的，不招自来。
其意可见，这是挑拨他的，想置政敌于死地。但是当时的皇帝还是不错的啊，还是最后把他提拔上来。这说明当时的民间、朝野都是认同这个观点。当然是后来的唐代，而且还写过这个文章。我在查这个的时候有一个《京城六港铭》，可惜现在全唐文里没有。如果这个文章要拿出来，我们写一篇两篇的好文章还是有。当时的思想，可惜找不到那么，宋敏求的《长安字》还有《庸碌》都引用了，他引用的《唐诗录》都基本上是这样的观点。但是隋朝就没有，但是我认为隋朝。隋文帝还是比较相信风水迷信，当时叫地理风水，我们现在叫人居环境啊。从他这个设计长安城、大兴城的这种设计来说，我觉得虽然没有确切的资料，但我们相信隋初建大兴城的时候，用六爻的观念还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是赞同，就这个意思啊。大家再看看什么叫六爻定位。六爻，乾卦之象就是，这就是乾卦，这就是坤卦。爻，这就是爻，阳爻、阴爻。六爻定位，跟刚才说的九二，是初九、九三、九四、九五、上九。原来他们说的话都是这个。我们看的天，我们看的人，看的阴，看的硬戳，看的有人，看的道焉有地。为啥我们读古文容易错？这原来它都有它的含义的。传统的老先生都知道，咱们现在我看都不知道。啊，没有专门研究过的，出来一个道焉，那是个名词。有的人可以，有的人理解不了。有人有天有地之类的，这就是非常难的怎么样把中国传统文化给它诠释和现代相结合？这我们第一部分讲的，怎么和国际相结合，让世界上和中国文化的它有合理的一面，这才是。中国文化，它能走向世界的，人家有的是不承认的，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使命吧。啊，中国文化，它的诠释能够用现代科技、现代化的一种理念来相结合，不是所有的都对，但是它也有它的东西在里面。那么六爻刚才说的乾卦，这就是乾卦，啊，这是明朝的三才图绘里面，啊，这是庸碌，就开始绘图了。大家注意啊，我们一定要找到哦，文字大家都记载是这样，庸碌就绘出图来了。这是上九，这九五，啊，玄都观。啊，叫圆都观的一样的裴度贼在这里，这里还有太极宫九二九四九三这样的高低，啊，这是宋朝人的这个庸碌，哎，圆，这个庸碌画的，啊，这个史先生有另一个学生叫马正林老师写过一个很有名的文章。就是论唐代长安城兴建的地理基础，他第一次用等高线来解释唐代隋唐长安城的建设问题，大家看一看，啊，用等高线。那么宋朝人就没办法用等高线，就是方格地理，它就是方格地理，啊，我们用等高线，那么这就是龙首原。啊，上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他画出来等高线是这样的，
非常好的文章，我们一定要肯定他啊，不能用你后来和他一点不一样就说人家的不好。我觉得是这个北京大学的于锡贤教授是地势地理学的风水第一人嘛，写了好多人居环境、古代传统地理学的东西，是非常好的啊。他利用的图也是马老师的。那么刚才提到的孟伟先生写的这个《唐长安城》的书，第一本他写的著作里面就有，很不一样了。这就是进步。你说这是95、94，这是95，得画出来呀。六爻，这是94、95，他利用的还是什么？马老师的，他只是画出来。我陕西师范大学在这里，这个地方。陕西师范大学，这是唐天堂吧？啊、哦，陕西师范大学的老校区、教学区在长安城的南面，城外家属区在城里。我当时上课的时候都说，每天我要来回出城几次啊、哦。那么，这是。大兴善寺还在，大兴善寺，这是朱雀大街，这是玄都观，啊，玄都观一方之地，啊，现在早几年是城南饺子馆的地方，啊，我这都找过，大家看一看，这是乐游原，乐游原在这里，啊，哦，乐游原在这里，青龙寺这里，啊，这是陕西省委。这是省委家属院，我去考察的时候，我不是说喜欢考察吗？我骑着自行车在这考走的时候，访问乐游原，他当地人说这个园叫什么名字？那个人说东园，啊，然后我再向东走，另一个人我再问这个园叫什么名字？西园，啊，这就是很复杂的，啊，但是我知道这是陕西省现在的二环，南二环，西安市的南二环，二环大家都知道，下面有很宽的草，就是草的下面是泄洪渠，泄洪渠是这样的，啊，我们来的时候这都是泄洪渠，那么。我在考察的时候，这样是连着的。这是乐游原，这还有园，这是陕西省委家属院，我进去过，很漂亮啊，都是园，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按照等高线来画，这样的，这就是我发现的问题。我发现了这个问题啊。我想研究它很难，为啥难？我曾经下着雨，那个雨水向哪流，我知道哪个低，因为不是地理学出身，不会测量，也测量也可能需要人。我怎么能搞出来这块地啊？我在曲江的研究，这都跑了几十趟，当时现在那都是农田，在这跑的太多了。下着雨，我抱个竹子尖，我到处转，哪里？低哪里低？那不行啊！那你找不出来这个啊？忽然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单位要去西安地图出版社买地图，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有什么问题？刚才说了，在实地考察中，我发现这里是大兴善寺，大兴善寺，大兴善寺，这是玄都观，这是。乐游原，我觉得95高地这个是定了的，应该是这样的。现在孟伟老师他们画的这样的，当然这个是对的，这没问题。但是这边的我觉得有问题，这就是野外考察发现的问题，在我脑子里我也想解决了，永远就没解决，好多年。有一天我们去西安历史地图出版社买图。
买地图的时候，我在那翻地图的时候，我心里很非常高兴，非常高兴。我多年的问题解决了，什么解决了？西安地区环境什么地质图集，西安地区城市地质图集，这两个图的一样的，用的材料是一样的。他给出了这个梁，这边高，这边低，这边高，这边低，梁。画相间的这样的一个，这是个高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比等高线更具体的相对高程的，大家看看，而且每一个梁画都有名字，这是黄土高原黄土梁，这就是啊上九。这是劳动公园黄土梁九二，这个九三、九四、九五，大家看一下，这个就出来了啊，就而且没有名字，这叫古吉林黄土梁、新庆功洼地、交通大学黄土梁、沙坡高地，这个都有。我们陕西师大的银杏坡，可能就是九六高地，我答应他在一起。这样看，大家看一下这个。陕西师大大致就在这个地方，我根据这个图绘出来新的相对高程的地形等高线。我后来思考了，大家看一下地形等高线，他们利用的是5米的高差，这里啊和这里高3米怎么办？就有问题了。我现在利用的是。真的是相对高层出来了，出来还有新问题，啥东西都是这样，一出来有新问题，到底啥问题，大家自己讨论去，可以写啊。在这种情况下，初九、九二宫殿、九三皇城，这现在西安城，九四是古吉林黄土梁啊，这是新庆功洼地。接下来九五高地，这就是。荣寿，这就是洛游原，洛游原在这里，这我刚才说的，这是青山寺，这是洛玄都观，这是陕西省委，这是陕西省委家属院，这样的一个东西，我就把它新的图就这样了，而不是这样，大家可以看一下，孟伟老师画的图这样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应该是我画的是这样的，这个是这样的，这就是等高线。我后来能解释啊，像等高线，它是5米以上的等高线，这是420，这415、410，5米的等高线。如果高差是3米，围地形3米都很厉害了。大家想一想，西安市，唐长安城这里多少？大家看看460米，这里多少？400米。400米，唐长安城，50-60米的高程。城内最高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就洛游原这个地方，啊，城内比较低的地方在这里，一会我们可以讲，这就我画出来的，这就是有新东西了，啊，这具体怎么解释，大家去看我的文章，啊，当然有很多，还有很多问题，啊，如果你能发现问题。你可以写出来东西，啊，我觉得，这个就不讲了，啊，为什么叫九五？现在九五之尊就是这个意思，啊，当年我们参加黄帝祭祖的时候，那只有一级路，西安到黄帝陵3、4个小时，我们早上6点钟在北草滩集合，这个路不能有普通车辆了。全部封起来，才能按时9:50赶到这里。一定要九点五十，为什么？选择这个点开始，就是九五之尊。所以每一个它都有它的文化含义的。你说有道理没有？我觉得用科学可能没有道理，但它是一种文化啊。这是现代人画的啊。当你要搞出来这些的时候。
曲江的设计啊，那个北大的吴鼻虎到西安来啊，认识了好多好多东西。原来啊，古代人的智慧也是很高的，不像现在见到低地填上，见到高地削平。古代人高的地方建设东西，低的地方建设园林，高高低低，错落有致，而且赋予文化含义。为什么不好啊？所以，谁当长安城的景观，在当时的情况下，宇文恺利用这样做出来的，是一种智慧。这种智慧，我们现在能不能发扬多少？我们不可能全部接受他的低的东西，但是我们很多的东西应该可以接受的。现在好多人把中国的园林叫做小角园。多少年的平常院子，北大那位先生觉得他水平很高，一切以美国的园林为主，西方园林为主是不对的啊。我们西安有个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现在是校长叫王树声先生，你看看他写的东西，那才是好。他出了一本书叫《中国传》，人居环境图典，我建议大家看17本还是18本，每个省都有，那才是真学问。中国的东西也有它的东西，这个内涵，把它整理出来和现代相结合，和世界相结合，这才是我们要做的，不是把西方的或者是那个东西拿过来，说它就是万能的，说他就是什么什么的，我认为不是那样啊。至少在我脑，我觉得我们还是我们的文化，它是有特色啊。这是咱历史地理。那么我在研究这个的时候，还研究了一个这个西安市的龙首原，当然这是狭义的龙首原，这是广义的龙首原啊。广义的龙首原哦。在《水经注》里面有一个《三秦记》，《水经注》引《三秦记》说，有一条黑龙从南山下来到渭河喝水，长60里，投入渭河，尾巴翻船，这才是广义的龙首原，影响了西安市，啊，大雁塔、大明宫和南五台这样相对的，所以我在研究隋唐长安城有一个观点，当然是研究曲江的时候。给曲江解释了为什么曲江的园林非常发达啊，我就解释的用地理学的观念来解释，在隋唐长安城、大明宫、太极宫、兴庆宫三宫之间是政治中心，这里的房地产最贵，太监高官都在这里啊，住在这里。这个东市是经济繁华区，那你说西市不是经市吗？它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一般人住的地方，一般经济繁华的。最高级的经济还在这里，所以大家知道平安坊、平安里啊，在这个地方啊，这是大明，这是大雁塔，所以我觉得曲江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园林文化中心这样的一个轴线，大明宫到大雁塔到南五台这样的一个轴线，是唐大明唐。长安城的一个心理主线，没有主线，文化主线啊，但是它存在着。唐代长安城东边繁华，东边贵啊，这个没啥问题。有一个历史考古学者在考古上发表的，都这样啊。就是怎么决定的呢？龙首原啊，这个龙首原是怎么决定的呢？这是我出提的唐长安城文化。唐长安的竹县文化，你看它不仅是这样，而且朝南可以延伸。唐代长安城最富的人在这里买套房，在这里买套房，在这里上班时候去，近嘛，离大宫殿近，在这地方休假，还有再有钱就在城南买，城南到处都是园林，这史前。书叫《游城南记》，这是史前画的图，唐长安城图里面的
纯安土，啊，这是我研究出来的。我给曲江做的课题，我说这个地方是文化中心。后来航天基地让我给他做，我说这是城内向郊区的延伸，我不能，所以我觉得有用于是史先生说的历史地理学要有用于是，积极参加与社会实践，但是。他后面没说，实际上我们都能体会出，一定是用我们的学问，而不是见了人这个说这话，那个人说那个话，那我觉得说那个不是学问上的，学历上的。为什么？除了是什么？这个地方有什么文化资源？是什么以外，你可能不能解释为什么？用我们历史地理学的角度解释为什么？啊，这样的一个。啊，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发达地区、郊区的文化，它是本地的，能手院决定的。在我思考的时候，唐长安城大家都知道，巴水绕长安，东边灞河、浐河，西边渭河、泾河，这个出了图了。这个北边、西边是汾河，还有涝河。南面有沅水，有耗水，这样的，为什么这样？除了现在要保护巴水以外，我觉得巴水决定的九原非常重要。大家都知道白鹿原就这里，好，这里浐灞之间白鹿原，这边是铜仁原，啊，这边是显阳原，这边有高阳原。有细柳原，这边浐河和沅水之间，这个叫龙首原，广义的龙首原，这个是决定了唐长安城和汉长安城的最重要的选址。太高了，白鹿原太高了，吃水太用水不行。汉长安城选择这个地方是，这是龙首狭义的龙首原。这样，后来随着。科学认识的发达，啊，长龙首原分化成好多原，这是广义的龙首，陆游原，然后少陵园、凤栖园、洪固园，或者是这个狭义的龙，都是广义的龙首原，就是这，它是怎么决定的呢？我现在我的想象啊，也不一定对，我说是骊山的晚近崛起，这边就是骊山，啊。秦岭山上升的，渭河下降的，但是这个河流应该是从南向北流的。但是大家看一看这个的河流，灞河是从北边发源向南流，然后再向西流的。灞河109公里，决定了中国100多万年的历史。这里灞河的这前面就是非常有名的。啊，蓝田猿人在这里，这里白鹿原，这里半坡，这里啊，这里阳关寨，啊，这里有老牛坡，商代的，这是浐河，它原来不在这里，也就是说，骊山秦岭崛起的时候，骊山是个晚近崛起的，晚近崛起的，就抬升，这里快。把西安市的地形决定成西南高，啊，东南高，西北低。哎，刚才说西安市的地形，这里4450、460，这里400。啊，原来有好多小说，或者是说唐长安城，这应该有护城河。这个护城河咋弄？从这里到这里，深都十几米、20米，有护城河。也得做成一个坝子，很难的啊！他就是他连这个都不知道啊！我觉得没有护城河当然也我说的也不一定对，我没专门研究什么意思。我觉得西安市的灞水绕长安是骊山晚近崛起的产物，骊山晚近崛起，这个地方晚近崛起，这个地方高，比骊山比秦岭还快。灞西安市的河流源都是这样的，
东南高，西北低，所以曲江这个地方为什么贵？啊，不用风水解释，我都能解释。这里高啊，水是从我这流到你那里，不是从你那流到我这里。你选哪里？房地，你买房子的话，这是曲江。现在，当然现在丰东最贵了，房地产。啊，为什么？当然也有变化。啊，但是永远这个啊，这也有咱历史地理的，这就是我讲的西安市除了灞水绕长安很神奇以外，它要保护的除了保护灞水以外，最重要的九原、洛阳园都比高楼围着的，园在最低的地方。原来洛阳园上望昭陵，你现在洛阳园上望大楼。它的原因，我想了就是这个啊，当然我也有证据，就是武则天的时候，这边有个庆山寺，一日夜地震通起来了啊，但我没有写出来，这个是讲出来的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啊。那么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就是再讲一下，我在云南师大学报上发表一个论。西安显阳间为何北移的时空特征及其原因？好，这主要利用史前的方法，就刚才我说的，史前的什么方法呢？利用古遗址定点历年，利用实地考察、古文献和地图资料来测算它的侧蚀距离，当然包括下切、包括侧蚀溯源，都是史前用的这种方法。你比如漯河，好，这个。一个县城，这唐代的县城在这里，现在有条沟，呜呜上升了，在这里，因为这个县城废弃了。大家想象，在县城的时候，这个绝对没有这个沟，好，很多很多，黄土高原这个地方很多，它虽然不是最精确的，但是一定是事实的。废弃了以后，这个沟形成，利用这个沟的长度来研究它的。上侵蚀溯源侵蚀的速度，这可以计算出来，不是平均的，但是我们是平均的。那么，汉唐时期在西安市的北边有三个桥，叫中卫桥、东卫桥、西卫桥。如果能发现它的遗址，那当然就可以和现在的渭河一对，就知道它怎么样，它的侧蚀北移的距离。嗯，这个唐东卫桥发现了，现在是兴隆村的这个地方啊，1983年吧发现的。文物调查员到村上去看，他家的厕所旁边放一块石头，这就是东卫桥碑发现了啊，唐代的东卫桥碑发现以后在哪找到的？原来在这个玉米地里，然后考古就在这里，就是耿振朝东走的南侧，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回庄子，你去考察了，到那里还有一个回庄子，回民的村庄啊，都有遗址。大家看看，唐东卫桥就在这个地方。考古又发现了底下很多东西，啊，现在好多东西都放在高陵县里。现在渭河在这里，那一年测就是2600米，大家能看看唐东卫桥最少最晚使用到朱温时代，我们从那个时代朝这就可以计算出来。当然，我这是那个计算的，就是这个啊。该桥位于现在渭河南岸2600米，这个利用它就可以计算出来。当然，地理学者到那一看就不一样。地理学者知道这个截地，到那一抓土，一抓那个沙子就知道这个洪水多大，石英含量多少。各有各的本领，人家我去了好多，带着这个赵景波老师去看过，人家都知道哪个截地形成于什么时候，然后他的本领咋学不来？
以前爱学，也想学考古，也想学考察，啥都学，谁知道啥都不行。历史地理学，我后来就十八般武艺，还是要有自己的武艺啊，自己的武艺强了，我就一个降龙十八掌，用掌就可以应付一切。不要社会学好就学社会学，环境学好就学环境学，当然要学，但是看懂就行。考古学好，不光考我觉得也不一定对啊。这个就是东一条，东一条很复杂。我的那个文章已经过时了。我的那个文章是利用考古文献说，东一条在这个横门外山里，考古人员在这里钻探，山里1240米外，再无路途。1200，我就还有一个，他北对咸阳蓟县，北边咸阳的南咸阳古咸阳城的秦都咸阳的遗址也发现了一个道路，基本上对着这里。当然，要一对就对到现在的这个出城门桥了，差不多。文献记载，考古人员，我写文章的时候在这里，但是后来这个新世纪在楚城门外这个地方发现的桥，楚城门外发现的桥，这是挖沙子发现了，好，这是最大的四五个条子，考古人员认为，有人认为到乾隆时期，因为在这里面发现了乾隆时期的麻钱儿，但是我觉得是不可能，这就是楚城门外、横门外，我们原来用文献在这里，但实际上。发现了是在楚城门外，在这个地方，楚城门外桥在这里，这是咸阳沟，对着一个门，当然指向中卫桥，很重要的，这个是近代以来的地图，可以看出来它侵蚀的速度，这是横门外桥在这里，现代的桥大致在这个地方发现的，近代以来变化的太大了，大家看一看，1914年的地图，这是1979年的地图。我有个详细的推测实地考察当这个地方的人度，大家看一看这个地方有人度，人度，我也坐过船刚才说的日本的学者骑着自行车考察秦咸阳城窑店，就是从这里汉长安城过去。把自行车放到船上，到那里好骑啊。好，基本上结束了。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西魏桥，西魏桥的遗址，这是沙河古桥。我们陕西师大有个教授叫史洪塞老师，史洪塞老师，这是沙河，他的家就在沙河浦，他小时候就在这游泳，也可能我说我还跟他开玩笑，你是不是摸到过这个？这沙河二号桥，这个地方在这里。当然，考古这个地方在这里，考古人员认为这就是西魏桥，但是我们认为在这里。西魏桥在文王总钓鱼台这样，西魏桥基本上没变。这个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看我那个文章。原因、基本结论，还有一个考察，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这是舆论北侧。这是隋长城，这是汉长，这个明长城，包着的，夹心饼干一样。从这个黄土和白土，我觉得它的变化很有意思。好多这个，我发现这个地理环境的变化，我这个方面缺乏，有好多在郑州那里也可以看到，我要写，但是自然地理学的知识还是缺乏。这是周原的。黄土高于高层，黄土的一个断面，我们都知道仰韶温暖气，仰韶温暖气就是洪尧带形成的这个，洪壤在地面之下30到50厘米，它有30到50厘米的这个红土层，是仰韶温暖气形成的地层，我们叫它洪尧带。你到哪一看？
就知道了，因为温湿嘛，下雨多，水可以把可溶性的钙镁流走，留下来的是铁，不好融化，所以是红色的。现在的四川红色盆地啊，都这样。最后我觉得寄语吧，史念海先生有论文说，历史地理学是有用于世的学说，从愚公半月刊到历史地理三大家都有现实的需求，现实需求也可以扩展学术研究的广度和长度，在书斋里和社会上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不是一定要走出书斋啊，一定首先谭先生的文献考证呢做出来的啊也是很好的，但走向社会要以学术研究为基础。学者与现实的层次文化建设者要互相尊重。史先生更给我们实践了历史地理学文献考证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当然也可以利用新技术、新方法，但要掌握最基础的，那么史先生的团队培养研究生的教学方法是日记和札记，我在史先生的教导下学习了他的方法。现在我的实践是七个字：团队建设一个城市历史与文化名称保护的团队例会，争取每周或者2周一次例会，大家发言，围绕一主题讨论。六个一就是每天一个札记日记，每周一个札记，每个月一个读书报告，每一学期一个学期论文。这个学期论文写修改的基础上，一年一篇。争取能够发表的小论文，3年完成一篇非常优秀的学位论文，六个一。那么最后，希望年轻的同学们多读书，勤写作，走出书斋，贴着地行走，跟上新时代的发展大潮，为历史地理学多做贡献。谢谢，超时了。没有没有，李老师，非常感谢啊，李老师带来的这个精彩的报告。从这个报告里面呢，我们还是学到很多东西的啊。那个现在呢，已经就是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在这个会议群里面呢留言，然后接下来呢由李老师就是我们来回答一下几个问题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还是欢迎大家能够就是来多交流啊。那么我利用主持人之便啊，就是先，谈一下自己个人的体会啊，因为之前的话，实际上我在西北医院，这个工作也有10年的时间了啊，李老师，刚认识您的时候是2009年，那个时候我博士刚毕业，去西北医院工作的时候。那个你是孔雀跑到云南去了，孔不是雀东南不飞，是，没有，不是孔雀，就是一只小鸡。然后那个就是那个我是觉得就是李老师就是很多的这个观点啊，还有就是他做的这个学问啊，我觉得其实都很有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的历史地理学研究里的这个特点啊。那么这个就是历史地理研究嘛，就是因为我现在自己也在这个从事这方面的教学工作。实际上，我跟同学们其实也讲，因为我们从问题上来，从问题理论体系里面来，可能没有自己的特色啊。我们可能，但是呢，我们研究方法还是很有自己特色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现在我们对于这个学问的话，是不是一定要像做成像西方学者那样，特别是欧美国家那样的学问？对吧？或者用他们的一套理论，然后来套一下我们的史料，好，那么这样子的这个工作方法，好像最近几年啊，不仅是李老师啊，也是有很多老师可能都在反思啊，甚至说都在重新思考这样的一种现象啊。其实这里面也就是促使我们更多的去思考，就是我们传统的历史地理学当中的研究如何和更好的和这个现代的这个学术发展啊，能够更好的结合起来啊，既保留我们的精华部分啊，同时呢也能够跟上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发展的潮流。我觉得像李老师今天的报告，实际上给我们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啊，实际上就是
不仅是这个同学们学习历史地理学，也包括像我们这种比较年轻的这样的一些工作者啊，如何更好的在今后的工作中，就是完善自己的这个研究工作，其实都带来很大的启示啊。现在群里面有一位同学问，就是请问李老师，历史学本科生应该怎么学好历史地理？就是说您有没有可以推荐的一些材料啊，或者方法啊？哦，谢谢。这个我觉得啊，从我的感觉来说，地史地理学是相对来说容易出成果的东西啊。为什么呢？现在当然这个，我觉得所有的领域，所有的啊，你只要仔细去研究。都有可以进行研究的地方，而且基础就是自己踏踏实实的搞。啊，就是我在考历史地理之前，历史地理就是硕士研究生之前，我真的没有读过一个特别完整的读过什么古籍。啊，因为我上的是华东师大。但是我只学2年，啊，我是原来大专毕业，中师毕业，后来考了大专，这大专完了又考的师资本科吧，啊，所以没有什么科，没有科研基础的，而且地理学的、历史学的，包括其他专业的学，都可以做出一定的成果，啊，我们知道。辛德勇老师、吴洪基老师，他们都是地理学出身，他们的考证都非常好，所以历史学如果做历史地理，当然地理学是必须补上的这一点课，怎么补呢？其实也可以去自学。至于选择什么？这个方法，或者是选择什么那个，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我最重要的是，在研究阶段，我觉得那是跟着史先生读，跟着师兄弟们讨论。还有一个，在现在文献多得很，那时候，港台书库就是严耕望老师的。致辞经验谈，啊，读是三书吧，我是在那抄出来的，就按不是完全按照他们的方法，但是你仔细阅读了他们的方法以后，你在实践中阅读了资料，没有，如果有一个新的亮点，啊，那时候我的亮点，我得偶尔发现一个。啊，有的读书现在容易了，查资料很容易。那时候在图书馆上，我记得我写邓小麦的时候，那本书文章的时候，我是按民国的引得，逐字引得来查的。现在咱们有电脑查，也有这个高兴，都很高兴的。啊，你能知道你这个东西是超越前人的，当然是很难的，啊。刚开始我不建议大家要一定要写出创新的东西才大忌，刚开始是写顺就可以了，把东西总结出来，把前人的东西写出来的。因为写文章不是每篇文章都有特殊的创新，写文章把一个事情，历史学的文章，把一个原来没有写得很清楚的，你在方法上、角度上。史料上有新的东西就可以了，不然的话太难了。那本科生、研究生，我觉得老师都说哦，要创新，要创新。你能研究生阶段、本科这3年硕士，你能写2篇创新都不错啊。现在你把这个所有的教授拿过来，让他讲个5点创新，我看都很难，都是合格的教授了。但是合格的教授有几个？我觉得。还要自己用功啊！这位同学有这种志向，历史地理学是不欺负人的。
你读了书多少书，马上从你的文章里可以看出来。啊，对不起，这个回答比较难。啊，谢谢。哎，李老师，这个问题还是挺多的啊，咱们还是尽量就是照顾一下各位，啊，还有因问为题。时间也有点晚了，也不打扰您休息。后面的问题我们尽量就是，就是简要点吧。那可个以。还有一位就是问这个榆林的陶都城是不是真实存在？这个啊，陶唐都城，榆林的这个我就不懂了。这个不知道您在这方面有没有研究？这个可能他说的是榆林的陶唐斗城，对，陶唐都城，这个我确实不清比楚。较难说啊。为啥呢？超越了商代之前的，就不可能定性了。一些商代中期以前的啊，它可能是陶唐，就是陶唐寺那个唐尧这样的，这都是传说啊。那里传发现说了石卯遗址，对吧？有人说是皇帝城，也可以说是陶唐斗城啊。我说他尧都也可以，但是尧都是山西的陶寺，这是考古人员基本上定下来的，但是没发现文字。当然，那个文字像文字尧字一样的，往二里头，有人说下都，这基本公认了的。但是不能说下都二里头那个。是我们现在基本上公认的，但是没有确切的文献证据，只有殷墟，就是商代后期的都城是确切的，其他的再上前的陶唐都城可能没有文献证据，只是一家之言啊，那谢很谢。可能这个所谓的真实存在，这个真实可能还是，可能每个人的定义也不太一样啊。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想问一下您，就是关于水利灌溉的，就是这个应该可能他是对新疆做研究的啊，他是那个汉唐水利灌溉对西域的影响，然后他是觉得呢，就是西域作为这个连接中亚和中原的一个文化交汇之地啊，他就想请问问您，就是如何去认识，这个中原与西亚、中亚之间的这个关系吧？我觉得应该他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好，这个从这个水利技术啊、灌溉技术这一块。明白。这个新疆的水利，首先它和中原的一个大的区别，新疆包括河西的叫绿洲农业，我认为塞外江南，包括新疆啊，如果引过来水。家家也很漂亮啊，只要有水，绿洲啊，它是绿洲的。第二个呢，汉唐屯田在这里，《史记》说龙首曲的景曲自发自此死，和现在新疆的坎儿井，这个确实有不同的观点。当然，自那个怎么样的观点对呢？我现在还这是。两种观点都有，就新伊朗那边传过来叫堪陀嘛，堪陀嘛第一个种，这是唐代的文献里有的。那么汉代的龙首曲的景曲自发自思死，和坎儿井的原理一样，但是坎儿井在唐代之前有没有，确实我觉得不知道，所以一定有影响，因为汉唐时期。他的屯田是汉人的，过去，但是后来的中亚、西亚的一些地方也是移民过来一些，带来了技术，所以它是一个交流的。我认为可能是个交流的，很多的东西还可以再研究。对，但是现在好像就是我们国家和这个伊朗是在争这个谁是坎儿井的发源地啊？这个坎儿井技术的这个发源地，这个好像还涉及到了一些政治上的问题啊，这个可能就不完全是学术层面能回答的了。至于说这个中原与西亚，好像这个就不是很直接了啊，因为西亚那边好像很多的这个文化当中，所谓的他说的中国，实际上可能应该是那个于田国啊，可能很多是于田国的形象。还有一位问呢，就是如果要研究历史地理学，是不是需要和一个断代史研究相结合？这个应该肯定是要啊，离不开断代史的知识啊。这个，还有就一位同学是问，这个比较。刚开始还是
我觉得进入的时候还是要广阔一点，一下子进入一个断代时，我认为不太可取。为什么？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史先生让我研究清代山东河南农业地理。后来我觉得明清北方的农业就是一个发展阶段，所以我和马学勤老师换了一下，他要研究明代和河南山东农业地理，我说咱俩这样，我研究明清山东，你研究明清河南，这样的话，啊，而且真的很多东西，清代的就是明代怎么样定下来的，而且在研究的初期，当然要有断代，有主攻方向，但是一定要开阔。就我说的例子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清代和明代，它的技术，北方的汉族技术，包括南方的水田技术，变化不大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史先生当时说，大题可以小做，小题更能做出文章来。但是你刚开始研究怎么做小的，不可能。你研究刚开始研究很非常细节，你要硕士论文给他选一个非常细节的。害怕他写不出来，没法毕业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还是大处着眼来铺开，然后选定一个自己的研究目标，它的专题或者时代上都可以。时代通了有通的好处，时代这个一个专题如果不拉通也不好，你断代也可以有专题性的东西当然我还有有一一个。个，啊，历史地理我也有一个观点。当年有一个加拿大的历史地理学家来我们这讲座，他给我的影响很大。他说了两句话，一句他说历史地理学没有理论的学科。到现在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道理。第二个，他说历史地理学的结构问题，我们大家一定要关注，甚至超过了区域差异问题。啥意思？历史地理学就强调区域差异的。他为啥要研究？他强调结构问题呢？我经过我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写作，我明白了。如果在南方，我们研究农业，哪个县没有水稻？不可能。在北方，哪个县没有小麦？可能吗？方子不记载，你就说没有吗？不是的。怎么研究出它的区域差异？就是结构。你看，我们南方的龚盛峥老师写得好，为什么？他研究出来水田多少，旱地多少比例，这叫结构。我在研究山东的时候，利用这个曲阜孔府档案资料，我就可以说出来，这个种了多少稻，那个小麦，种了多少谷子，种了多少黄豆，这才是差异。不然的话，哪个地方没有不种小麦，不种黄豆啊？这个是题外话。好的，那个还有一个哦，可能就是您的那个长，我跟我猜的差不多，就是这个您的那个长安都的那个，这个六爻的这个还是引起了很多讨论啊。这个是这个，他第一个问题是说，这古人是如何感知到这种就是岗洼的这种乡间分布的地形的呢？这个可能捋看一下，应该多少都有些感知吧，应该是。这个太简单了。我在陕西师大上学，我姑住在莲湖路，我有自行车，从陕西师大向钟楼。可以骑得很快，下坡。啊！你如果从那里到这来，那骑你个草场坡，你上不去。所以他可能如果都在黄土高原，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还有一个，这个是涉及到新技术的问题啊，就是这个语言数据库。语言数据库这个，你说的是语料库吗？这位同学可能他想谈的是语料库技术，这个利用这项新技术研究历史地理，那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一些实验吧，一些试验，一些探索性的工作，然后把这个范式的话先做起来一个，可能这样的话大家可能才能来讨论啊，这个可能也就是有点难，还有一位同学呢，问是目前在进行分析研究的内容，没有很明确的考古发现或是遗址，但是他阅读了很多的文章，
往往都存在一些较为明确的遗址。那么，在研究的过程中，除了古籍记载中的资料，可以利用哪些方面的材料？就是，收集资料，竭泽而渔，所有的方法都可以用。刚才提的，还有，最笨的方法和我们传统的方法和我们最先进的方法。当然，我们是潘老师到我们这来了，给我们带来了历史地理实验室，这都是新的方法。那么，特别是我们这些老。虽然不能倚老卖老，但年纪比较大了，对新的东西接受的还是不够。刚才说的什么什么语言啥，新的 GDP 什么，可数以据库，数据库，设计就库，是语言数所据以库啊。比较难的啊。所以我觉得只要有用的方法，我们不去研究找出问题来，然后解决问题的时候，只要有效的方法，我们都要运用。你比如说考古，没有考古了，它的不一定是传说，它的社会学的东西也可以用的，并不是说所有的神话我们都不能用，所有的方子里面的有一些言过其实的，或者是族谱里面那个的，我觉得它也可以用。你给他解释为什么这样，那就是顾先生说的啊，无实的。我们不知道它初始的状态，但是我们知道它怎样造成的，这也是历史地理的一个呀，是吧？就是为什么要造成有这样的一种思想，有这样一种文化，它的都可以，都能研究出，要研究出来也是很好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问题，我在想他这个问题的话，我猜他的意思可能是说，就是他自己现在做的这个工作没有明确的考古发现，或者是遗址，但是他看别人的研究是有很多的这个明确遗址的，那么他就说除了这些，用这个古籍，就是历史文献记录去补充这个内容之外，还可以利用哪些方面的材料？就是他可能是想把这个，他可能是做考古的这位老师吧，可能是那我觉得用地层的材料，地层啊，地质用，材料啊，对呀，用遥感卫星是吧？用很多，那只要能找到的，是吧？我就刚才说，那就是各种方法，最有效的方法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啊。还有一个哦，就现在这个就是我们就最后那个问两个问题吧一个是这个中国水利学会的这个张卫东老师，他问这个六爻这他应该是这个地形吧，就是您的这个示意图，就是大兴城六爻地形示意图，他想请问您一下，就是这种地形是怎么形成的当然这个可能是不是历史地理能解决的问题了啊，这可能要问地质学。就我觉得有两种形成，一个是内因，就是地支的状况。在地质变动的时候，就刚才我说的那个骊山的环境崛起，把它推挤挤压的东南高西北低这样的一个。第二个是外力，就是我们所说的剥蚀，是吧？就是河流的冲击形成结地，这两个的共同塑造内应力、外应力。我们地理学、地理学的都知道，一个内部还是最重要的。你像那个汉未央宫、唐大明宫都坐落在那个龙首原上，你不可能把龙首原的地形全部改变啊。就是外力，只是让它从高到低侵蚀，然后石头风化变成土壤，土壤再冲一些可以。地形高低，但是它的最本底的还是地质变动造成啊。我觉得六还有，爻，包括圆、八水、九圆，就是地质的变动造成的。最后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已经确实是超时有点严重了，打扰您休息李老师，不没好关意系，思。没关系。
啊，啊，很高兴这个参这加位讨叫论。刘丽的这位老师问，他说，如果研究唐代农业地理啊，比如那这个是您的专业了啊，比如是水稻和小麦的分界线，是不是可以利用 GIS 做图？这个好像从技术上来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啊，当因然，为唐代关于这方面的具体数据记载比较少，那么这种作图会不会不够准确？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李老师？哦，这个史先生指导我们做硕士博士，写了那么多农业历史地理学的论文，就是为了做中国地图集、大地图集的历史农牧业图集。啊，我们研究院的王社教院长后来做了也好多工作，啊，但是这个图还一直没有出来，这是个具体的问题。水稻与小麦的分界线，大家想一想，这是非常难的，一定有个标准。我们在同万城做工作的时候，当地无定河里是有稻的，是土对稻，对，对，啊，是我们水稻，吃的那米，哎，是我们这种的稻，啊，你看早几天又重播放的稻米之路，所以它的分界线，你说是啥的？陆稻、水稻，如果是水稻的分界线，那是能找到的，就像现在茶叶的分界线。虽然解放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陕西的茶叶的分界线向北迁移了多少度？一度左右，但是它是很这个很清楚的，啥原因都能造成的。那么古籍可能没有这么多的数据，但是我们在概念一定的情况下是可以找出来，找出几个点来进行连线，可以搞出来。啊，这个就要自己去考证和研究。啊，他问的具体是这个唐代，比如说唐代的这个材料，这个的话能不能支持做这个图呢？您觉得？因为其实这个问题，其实我个人也很感兴趣。就是我觉得是可以做出来的，啊，一定可以做出来。就是你自己要每篇文章每一个东西，只要是自己写定一个标准，它是水到了，好，达到了几次，记文献记载几次，达到定性是多少的时候，我可以认为它是水到的产区，啊，只有一次的话。也可以啊，你把它连起来看一看，然后进行一些内部的机理分析，啊，除了水稻的记载、种植，还有饮食，啊，所以我觉得是个唐代的水稻的种植线是可以做出来的，啊，你我是觉得用应什么该也标可准？以。对，因为我感觉这个其实就很像那个马老师，就是那个马老师他之前做那个农牧就分是界做线，气候嘛，其实他也是要靠很多的这种作物的这个界限来推断这个气候的这个冷暖的波动，所以我觉得这种图应该是可以做出来的这个能图做出来，啊，好，哎呀，今天这个真是辛苦李老师了啊，这个周末大周末的也让您没法好好休息啊，这晚上，很高兴，哎，没有没有。啊，行，那我们就是，也就不多说了，不影响李老师休息了。那感谢来参加这次学术活动的老师和同学们，谢谢大家啊！也欢迎大家以后的话常来这个参加我们云南大学历史地理所的这个学术活动啊。我们更希望李老师能在这个方面的时候能到这个本人能到云南来啊，给我们好，那谢个谢。指导我们的工作啊。谢谢大家啊，那大家周末谢谢大家。玩的愉快，再见。欢迎大家到长安来，啊，我们到长安。做东道主，也可以做西道主，啊，给行，大家导游。好，好的，有问题那请我教。下次去西安的话，那您要请吃饭了啊。那当然了，啊，好的，李我老们师，再见。要好，拜拜。